老板你好，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邓世信，我今年41岁，我身高157公分，我体重50公斤，我有结婚了，我有两个小孩，一个女一个男。我老大今年21岁，我老二今年14岁，我有去过台湾6年，照顾阿妈，照顾小孩，帮助家庭，我还有去过澳门2年半，照顾阿妈，煮饭，打扫，现在我还要去澳门工作赚钱帮助家庭，请老板帮我找工作好一点，谢谢老板。